好个三轮，那个我听说俺那个岳父这个房里，就是俺一个叔淘了一个圆形的一个宝贝，这个大概一看一下，我也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也没见过，走。走到地方了，给大家看，看那个树家嫩的多好。进来呀！门口又种了一条竹子。嘿嘿。来，来，进来呀！哎，佛，哎，这个听那个俺那个爸说，你弄了个猴馍。那个宝贝。那个宝贝。真是猴馍呀！反正是我这两天吧，没事了，刚才寻思要他们点那个那个石头子嘛，你看。哦，喜欢这个玩意儿不好吃哈，行，这反正怀旧，非常美好。看啥去吧，是吧？爱好啊，看啥去行吧？好好好，大家看，弄这片不粒儿不弄。哎，嗯，咱进去看一下。嗯，这桃子说实话，这是桃子真是精品，每一个都是这么多啊，都是精品，多是不多，好几个是吧？这都是精品，这都是不是摊落的哈？那当然，你看全都是这都是这个猪吃多年吃的，你看没有这个这个斩头的痕迹了吧？是吧？是啊、对吧？只有 是风化了的这个痕迹。你看这个石头是很漂亮，这个嗯嗯，你这个都非常漂亮，肯定是啊。嗯，这个都是上五六十年以前吧得。嗯，这是个算窝子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个算窝子好，你看是吧？特别漂亮，还有很精致哈。对，这个七八十年，这个是七八十年了，石头的纹理子啊。这个正好七八十年啊。对对对，怎么分辨的呢？这个从这个石头的这个纹理分辨的，因为这个石头、哦、要是整石头的算卦的，没有这个劲儿的，你看，是明白吧？哦、你看这是这个是石头的，是吧？和没石头是不一样、哦、不一样了吧？对吧？嗯、哎，嗯，你看这真是个好猫。对。这个叫懂的这个慢慢都是有价值啊哈，肯定是七八十年的。嗯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以前他们砌石头啊，嗯，捡火捡的烧红了房子里边捡、哦、火的东西。哦，这是毡子不能捡的，嗯，明白了吧？哎，这个也是这个，你看这个，这很多年的这个，嗯，很好。哎，这个小桃子也不孬，这个这个桃子是。这能要点儿，都是精品，能要点儿，嗯，能好，嗯，这都是老师娘们儿，